这一次来莫斯科卡，我准备了，带了一套完全不一样的杆，之前没打过的。这是一根 Seam Two 的 driver，现在最新的 TaylorMade Seam driver。然后这一根 driver 是特殊定制的，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全部碳纤维的杆身，然后碳纤维的杆顶，black and white，没有任何的颜色。然后今天的铁杆我带的是我收藏的 TaylorMade P7TW Tiger Specs，就跟 Tiger Woods 的铁杆一模一样。今天我们来到 Lake Joseph Golf Club。今天天气预报说10点钟开始会有下大雨，我们 tee time 9点10分，所以可能我们只能拍摄一部分。然后今天我们拍的东西会略有不同，今天我们拍以 Michael 为主，Michael 是我们当中成绩相对比较稳定，而且成绩比较好的一位。作为精算师职业的他，打球都计算的相当的精确，所以我们想看看他的球场策略是怎么样的，跟他学习一下 course management。然后他每打一杆会介绍一下他这一杆为什么要用这根杆，然后打算往什么地方打。我们来看一看，用他的球场策略打，成绩会不会更好一点？